你已经找到那一个他是吗？幸福吧，他有没有送花？听说你照片中笑得多灿烂是吗？愉快吧，终于找对了吗？有没有温馨的对话？有没有对嘴吵架？有没有高声笑挽着手回家？有没有听他的故事？有没有说你的心事？有没有睡觉之前说挂念他？你终于找到了另一边的意义，我应该很高兴，心酸不重要。终于说再见。